高丽菜猪肉，这个是韭菜的，这个是台糖的，我买一包回去试试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玉如姐，今天要用这个冷冻的水饺来跟大家分享怎么做冰花煎饺。大家都知道玉如姐其实自己很会包水饺，所以我不太去买外面的水饺，因为我很怕踩到地雷。那为什么今天要用现成的冷冻水饺来跟大家分享呢？因为玉如姐自己这段时间超级忙，因为我已经开始在上游泳课，然后每天就这样泡在水里头，然后想吃水饺的话就只好用买现成的。那为了买这个现成的水饺啊，我还特地上网就是 Google 了一下，因为我很怕买到不好吃的，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打广告。这个是网络排行榜第一名，这个是台糖的，它这是高丽菜猪肉高丽菜水饺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它到底好不好吃。重点是我们要分享怎么煎饺，那我先把它打开来看一下，没有打广告哦，先声明一下。其实我很不喜欢冷冻水饺，因为我发现啊，很多冷冻水饺就是这种市售的都包得很丑，形状都很奇怪。好，我先把它打开来看，这个也是我第一次买，哦，长这样，好像小小的哈，然后形状大概还可以啦，哦，就长这样子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试试看，如果你家里有不粘锅，你就用不粘锅煎就绝对没有问题。可是因为有些朋友他家里没有不粘锅，那今天玉如姐要分享的就是怎么用一般的锅具然后煎这个锅贴，然后还要煎得很漂亮，还要有冰花。 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首先我们先调一个面粉水，这边呢这个水加上面粉，把它搅开来，我这边弄的比较多啊。那等一下水要放多少的话，要看我们实际上面我们的那个锅子的大小。接着我补一些植物油进来，这个油最主要是让它等一下这个最下面的那一层冰花好，会很漂亮。把它搅一搅，搅散了以后我们就先放旁边。接下来就是锅具，平常我都是用这个铁锅，但是因为我们要做煎饺，我们希望它的那个下面颜色是很漂亮的，所以我选的这个是不锈钢锅，它的那个受热会比较均匀一点。那最重要就是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把它润锅，润到它变成不粘锅。现在先把火打开，先让它烧，这个要烧一下子哦，因为这个锅子比较厚一点。好像已经烧了一下子，你用手去感觉，你可以感觉到上面的热气，其实还蛮烫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加油，这油可以先多加一点，就是先让它把这个毛细孔把它封住，先润一下锅，啊，再烧，烧到这个油冒烟。一般铁锅我们在润锅的时候也是这样润，啊，它就会变不粘锅。现在可以看得到上面这个烟哈，已经冒烟了，这样就代表油已经够热了。够热，我们现在先把油把它倒出来，再让它继续烧，就是让它第二次把毛细孔再烧开。好，又冒烟了，这个时候我再加一次油。这一次加油的时候就很快，你就看得到油纹啊，有油纹就代表它温度其实已经蛮高了。这一次也是一样，第二次润锅让它烧到冒烟了哈。那我现在再第二次的把油倒出来。好，这已经是第二次润锅，如果你不放心就再润第三次。以前我们在做乙级的时候，有一个系列是煎饺的系列，那时候要用铁锅煎，哇，那时候真的超恐怖，很怕那个铁锅会把煎饺粘破皮，所以我们都会润三次锅子比较保险一点。这一次再烧开以后，那我们就可以再把刚才的油再把它加进来，然后再润一下。好，可以了，已经也是冒烟了哈。这时候我就把油全部把它倒出来，先转小火。好，现在把油都倒出来。其实你现在滑下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感觉到它的底没有被粘住。我尽量挑漂亮一点的，因为我觉得它其实也长得
奇形怪状，也不是很漂亮。放进来，现在就是开小火哈，先放这些，其实真的不太好看耶，每个都长得不一样。然后我现在就把这个面粉水再把它调匀之后把它加进来，其实水饺它本身的皮，它的设计它就是要在水里面煮，它要吸很多的水分，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做煎饺的话，我们一样要给它很多的水，那水太多了，我再倒掉一些好了，留这些就好。哇，刚才又要重排了，再把它排回来，先这样，就是你一定要让它有多一点的水，不要直接用油煎，直接用油煎的话它的皮没有吸到水，它到时候会就是皮会很硬。好，先这样子哦，啊，就有点类似那个煎包，半油半水去煎它。好，这时候就把盖子盖上，让它热循环比较快。啊，你看现在水滚了，就这样子就让它煎。那因为在煎的同时，每个厨房它的火力的方向不一样，所以你就要边煎，大概煎个一分钟左右，就要把它交换一下位置。好，就这样顺着转一圈，到时候它下面的颜色才会比较漂亮，比较均匀。已经转了一圈了，现在其实大概已经煎了大概八分钟左右。我现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下面水分其实已经差不多收干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打开锅盖，就这样煎。好，把它的那水分把它抽干，蒸发掉。现在这个程度啊，水都已经干了，这旁边啊已经有点微微的翘起来了，这样其实就已经好了。熄火。好，看一下有没有粘锅，好紧张哦，因为这锅子比较大，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冰花，下面冰花把它稍微切小一点。好期待哦，找一个盘子这样垫着。好，那我们准备翻咯，预备，一二三，翻。哇，漂亮，可以吧，碎碎，而且没有粘哦。来，我们赶快来试吃。哇，可以试吃的，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看一下，看看它的味道怎么样。好，大家看一下这冰花，还蛮漂亮的。其实自己在家都不用那么麻烦，你就是只要在煎水饺的时候，就是加一些水，大概三分之一盖过这个水饺。这样子的话，它的皮吃起来就是软软的，就不会很硬，很难吃。那我现在试吃一下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。太大口了。其实大家看就知道，其实它有爆汁哎。然后入口第一个口感其实是下面那个冰花脆脆的口感，很咔哧咔哧。味道的话，我觉得就还 OK， 我觉得我自己包的水饺比较好吃，但是还不错啦，还不错。那现在今天只是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怎么煎这个煎饺啊。那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